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继续对决。在现场的14位的派青年，通过2张专辑里面7个作品的比拼，现场会产生7张的优先通关券。现在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精彩对决。有让我惊吓，爱了爱了爱了！穿起了他的那个假声，好漂亮，真的太棒了！恭喜无限队获得了本章的通关券。我很喜欢这种情绪的张力跟他歌词的张力，大家听的歌词表达一直非常好，共鸣感会非常非常强。再次获胜的依然是无限队。他的整个表演包含的东西特别多，我觉得他舞台特别难。我觉得别人每个舞台都做得很精致，很厉害。不要再散发魅力了。祝贺延安为不循环队拿下了通关券。那么目前无限队获得了2张通关券，而不循环队拿到了1张通关券。三轮之后，场上的气氛已经非常非常的紧张了。现在我们马上进入到第4轮4人综合自选曲的对决。我要派出的是重点。主人儿文兆杰李昂星，哎呦，4位帅气的白衣少年。那么我们这边不循环队同样要派出4位了，他们分别是谁？延安、吕延良、张一婷、思源。哎，一个纯净组对多才组啊！我觉得我们这组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，绝对不会输。就认认真真听这首歌就对了，这场是要赢的。想要对对方说，一会儿如果输了哭了的话，可以倒立哦，因为倒立的话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哇！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，就是结束这一场演出。那接下来舞台要交给我们的不循环队了。青年派计划联合微博在节目超话当中发起了许愿征集活动，其中有网友许愿想要看沙一汀在节目中跳舞。沙一汀、吕彦良舞王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期待沙一汀他们的表演。你们这次跟对方的队伍来比较的话，你们的优势是什么？劣势又是什么呢？沙一汀很美，会跳舞。这是你们的什么？是我们的优势。心仪的亚洲舞王。马特，马特，昨天延安说那这首歌没有舞，我觉得需要舞。如果咱们俩也跳舞的话，会很好玩。起舞一定是要有的，可以不那么复杂，但是咱们一定要跳舞啊！这也是咱们必胜的一个必杀技。咱们拉个群，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，好吧？我觉得跳舞太好玩了，我觉得我完成的非常好。老师。绿头，我觉得我完成的非常好，我很快乐。哇哇啊！哈哈哈！我已经成为一名舞者了。沙一汀跟吕彦良，你俩觉得谁跳舞跳得更好？我。什么时候来一个舞王争霸？随时。我们 battle 一把， battle 一把， battle 一把。延安来评评。来。
两个人谁跳？我李月亮感觉像在不协调，但是又感觉很自信的感觉，不协调但很自信。沙一汀感觉像在军训，像在军训。这一盘下一瓶，你没有拿麦，你没有拿，这球已经放到下面了。哇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无所谓，我不想赢他。连说是我，我都觉得是自己吧。觉得跳舞太好玩了，我跳 Gimme 这个舞的时候，无论彩排还是练舞，都特别开心。Gimme 这首歌就是主打一个开心，主打快乐。我们几个人给大家传递快乐就好，给他们打回快乐老家。无论台上还是台下，我觉得都可以感染到观众的氛围，传递快乐。有请吕彦良、严安、沙一汀、施恩。